9月19号，孙燕姿、蔡依林、谢霆锋等演艺圈的天王天后们来到了温州，和歌迷们共度中秋佳节。如此难得的阵容，再加上月圆之夜的浪漫恬静，到场的歌迷绝对是不虚此行。刚刚签约环球唱片，孙燕姿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复出大计。这次产后内地首演，孙燕姿已经找回了七八分做天后的状态。情歌唱得动人，做了妈妈的孙燕姿同样可以动感摇滚。随后出场的陈慧琳也不落人后，你看这身材哪里像生了两个孩子的妈呀。两个妈妈级的天后唱罢，蔡依林性感登场。我的送你日不落，爱了清泉的心把世界冻结，你就是经典，你就是经典，我的爱绵绵，不落的信念飞在你身边，我的爱绵绵。这些年蔡依林狂练高难度舞蹈动作，如今这小而强大的身材让她唱起蔡氏情歌也力量十足。终于看开爱回不来，我们面前太多阻碍，你的手却放不开，仍然没出息着我的离开。天后们一个个能动能静，倒是到场的天王们似乎柔情有余，活力不足。月半弯，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。月半弯，我喜欢，有情有义，有你还有天。一向不善言辞的谢霆锋也在迷人的月色下多了几分温柔。因为今天的月亮是蓝色的嘛，应该是这样，是叫做蓝月亮。如果今天你们看着他许愿，会比平常的更就既然对着蓝月亮许愿，霆锋想许什么愿啊？许的不告诉你。不过音乐一起，霆锋还是变成了那个不羁的摇滚青年。越勇敢越勇敢，世界变更要让我穿一身坦荡荡到四方，无限年终于轮到我上场。请问爱过多少人，在一起的人，只问能有几分。别问再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别问最爱我的人，剩我有我剩，现实总是太残忍。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娱乐新天地，天王天后看花眼，月清采访报道。